诸位法师，诸位同学，大家请坐。张先生，你好。嗨，老师你好。从新加坡过来。从新加坡来，专程来拜访您。再从这边说就回过去了。这次不回国，也是回新加坡。还是回新加坡。哎，还是回新加坡。首先这个，感谢佛菩萨感谢诸位护法大德们的这个慈悲，能够让我今天再次见到老法师，阿弥不客陀气，佛。不客气。那么今天来专访法师呢，就是我们在做这个一个大型的电视系列片，题目叫《世界宗教5000年》。我们在3月11号已经在新加坡举行了开机开镜仪式，举行的还算成功，挺好，各位大德很拥护。那么这个电视片呢，我们主要是考虑到要帮助这个世界来缓解这个宗教方面的一些冲突。法师呢，在这个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呢，在新加坡呢。目前实现了这个宗教和谐、种族和谐，那么这里面呢，法师的功劳很大。这个也想请法师讲一讲，当年在新加坡你提出这个九大宗教和谐的这个当时的一个缘起。这个，大家都知道，在这一个时期，这个世界的动乱，这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实在讲呢，就是历史上所讲的乱世。那么，跟中国在春秋战国的这个那个时候范围小，现在扩展到整个世界，实际上状况是差不多。那么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自己也深深的感受到，那么这个。化解冲突，寻求安定和平，是现在可以说是人类迫切需求的第一桩大事。可是我们从历史上来看，这个世界要走向和平，不走向和平不行。不走向和平呢，就走向末日。那就是人类会在这个地球上崛起了。那这个现象呢，逐渐呢，我们现在也有很深刻的这个认知。主要就是人舍弃了伦理道德。舍弃了做人的一个规范，人要是没有伦理道德的教育，人跟禽兽就没有两样，甚至于比禽兽还要坏。最早提出这个问题。还是尧王，你说时间多久了？从遥望开始，对呀，这是4500多年前呢，这么尧久舜那个时代呀，那个时候，这个农业相当发达，大家就是生活安定，吃得饱，穿得暖，这个居住环境也还可以，所以是尧天舜日啊，这是历史上都赞叹的。可是尧王看到这个情形，
就是人要受教育，人要不受教育啊，在这种生活状况之下的时候，这醉生梦死啊，那跟禽兽就没两样。所以就委派齐，齐是个人的名字，齐做司徒啊，那是这个是当时这个国家的官员的名字，就专管教育，啊，来推动教育，啊，叫什么呢？啊，叫伦理道德。所以首先叫什么？人要懂得怎样做人，这个就太重要了，啊。那么他这个就这是中国，就是等于说是政府正式设立啊，主管教育、推动教育的这个机构啊，跟这个专人。啊，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哇，很久了，很久很久了，哎，这个所教的呢，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啊，这是根呐，啊，就是说。他把人与人的关系啊就搞清楚了，啊，所以人懂得啊怎样跟家人相处，怎样跟社会相处，怎样跟朋友相处，啊，就是你看这个教育一直绵延到清朝末年，民国才把它缩合了，啊，实在讲不是不继承传统，这个民国的诞生呢也是千辛万苦，这个最近的历史我们都知道，清朝亡了之后，中国呈现军阀割据的局面，啊，谁也不服谁，啊，这是老百姓痛苦啊。那么接着之后啊，这个政府还没有真正能统一啊，形式上统一了，实际上各个这个地方的军阀依旧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啊，爆发了中日战争，啊，这个八年抗战把中国这个传统文化整个打乱了，啊，天天忙着逃难呢，那这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哪里能还顾得教？没办法教了。我们在抗战期间当中，父母教我们什么？我们从小把就这个九岁十岁的时候，首先叫说叫烧饭，啊，教这个缝衣服、补衣服，啊，教这个生活教育，是怕一个战争打来的时候，家里逃到四散的时候，你小孩要能活得下去啊。那个时候目的，我这个教学的目的都在此地，就是你要能活得下去。你虽然小孩，这个父母离散之后，你还能够存活。你是在那么样一个局面呢，所以其他都顾及不到了，啊，所以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啊。那么我到新加坡之后，啊，这个啊，这就是二十大战结束，这个核武。发现了，这是大杀伤力的武器。那么在核武不断的在进步，啊，现在一枚氢弹，那比广岛那个核子弹的威力超过1000倍都不止。啊，我在30年前第一次访问日本，就去长崎、广岛去看，看了之后，哎呀，才真正。想到佛经上讲的小三灾，这个小三灾呀，从前法师也讲不清楚，注解也注得不清楚，我们学佛读经始终有个疑问啊，怎么小三灾？小三灾佛是怎么讲呢？7天的刀兵劫就是战争，刀兵就是讲战争，7天战争，战争之后呢，那就是7个月的瘟疫，再借助啊，就是7年7个月的饥饿。我们跟日本人打了8年，不算刀兵劫，什么
道兵节七天的道兵节，称之为节。那八年战争没称节。啊，几千年来的时候，中国外国你说打多少仗的时候啊，都不能算是节。这什么叫做这个道兵节？到那里一看呢，这恍然大悟。啊，我去看的时候，大概是这个原子弹轰炸之后啊，但是第九年还是第十年，地上长草了。当地人告诉我们，啊，这个原子弹爆炸之后，这个地方啊，8年地上草木不生。我就想到了，那个这个战争就是核子战争，就是核武战争，7天那还得了吗？那世界差不多就完了，那真是打击啊！那这个射伏啊，凡是受到这个被他那个光射伏的时候，那就叫瘟疫，啊，佛经上称之瘟疫。7个月7天，你能够活下来，你捡一条命。一般的时候，被光照了之后啊，大概在半年之内的时候啊，都会死去。啊，你接着说这个地上草木不生，我们才了解。你看佛在3000年前就已经看到核武战争，所以这个呢，在是其他的这个宗教里面讲啊，世界末日。啊，那么这个核武战争会不会这个真正这个变成灾难呢？那就是可不可能，这种大型的战争爆发呢？现在每个国家领袖啊，还能控制，啊，不敢发动，啊，因为这个战争大家都晓得，没有胜负的，同归于尽的战争，啊，所以谁也不敢动。可是我们现在看这个道德沦丧啊，这个贪嗔痴慢的增长啊，已经变成全世界了，这个事情很可怕。啊，你看我们现在看这个少年犯罪，少年犯罪现在年龄降低，有同学告诉我是因为不看报纸，也不看电视，这些资讯我都很少看，他们看到了，把这个讯息拿来告诉我，年龄现在降到这2岁，2岁就犯罪了。啊，他从哪里学的呢？电视里学的，这得害人呐。所以我跟我第一次跟刘长乐见面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了，我说今天世界上有2个人，可以救世界，也可以毁掉世界。他说哪两个？我说一个是国家领导人。一个就是你们这一行的人，这是太可怕了。那你这个电视、网络的内容是什么？啊，那么最近我这有个同学捡了一张报纸来给我看，啊，就是最近中国、广东，还一个广西、一个河南，还有一个福建。有6个案例，都是小学生跟初中学生偷窃、杀人，手段都非常残酷。啊，年龄最大的那个是17岁吧，最小的大概得10岁左右。你说这怎么得了？为什么去杀人呢？去看那个网吧，就是电子游戏。电子游戏嘛，要付钱呢，就偷钱。偷钱的时候被发现了，啊，发现了就把这个人杀掉。啊，就最近这个案例是一个2个初中生，15岁，啊，邻居很熟，老太太很熟，83岁。啊，那么这老太太也不小心，啊，因为从前在这个香港做工，啊，给人做保姆，大概人很感激她，所以逢年过节。这香港那边这边人都会寄点钱给他们，所以他说哦，他是以前老主顾啊，寄了几千块钱给他，就是被这些学生大概无意当中听到了。
听到就去偷，啊，结果偷的时候呢，没想到这个老太太回来了，回来娘儿就把老太太杀了，哎，杀了之后听说什么，这个瞳孔的时候看到他们说，可能哎将来会有证据，把眼睛烧瞎，啊，那他把眼睛杀了之后把眼睛两个眼睛烧瞎，哎，结果这个事情还是被爆发了，两个小孩也承认了，啊，那么学校里校长讲。非常优秀的学生，念书念得很好。你说我是看到这些事情，在中国、外国到处都是，在美国是尤其是更多。我对这个很担心。你说这些人，20年、30年之后，政权在他们手上，核武在他们手上，啊，他从小就是把这个杀人当做游戏，他不知道这是有过失，也不知道这是有罪恶。啊，完全不知道，啊，反正那电动玩具都是教他杀人，啊，天天看惯了。那么这些，我这个人长大之后，将来核武在他手上，他拿核子弹到处丢，他是游戏，啊，他玩游戏，那就是佛法讲的小三灾了。你说这个多可怕？啊，去年我跟马哈迪在一起的时候。我跟他谈到，他现在也是非常关心这个化解冲突、和平怎样落实。你说联合国开会开了30几年，没法子落实，世界一天比一天乱，啊，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要想这个化解冲突、促进真正安定和平，必须有4个支柱，就像一张桌子4个腿。你这4个支柱是稳住了，问题解决了。他就问我哪4个？我说第一个，国家跟国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第二个是派系，影响国家政策的派系，这政党要和睦相处，啊，要平等对待。第三个是族群，第四个是宗教。哎，我说这4个呢，从宗教下手比较容易。比较容易，啊，因为宗教能够真正化解冲突，能够团结在一块，会影响族群，会影响政治。他很同意我的看法，确实啊，很所以清说，楚。哎，所以我们就想着说了，那我在新加坡，那么，李牧原居士跟这个几个同这宗教啊，常常也都有接触，我说这个好事情啊，我们应当做宗教团结。所以从这个缘呢，我们就谢这么一个缘，这个因缘，啊，我说你联系，啊，你就跟我联系，那我呢一家一家去拜访，啊，一家去拜访，这个现在呀，实在讲的是，无论是族群也好，宗教也好，这个国家也好，都是。面子下不来，啊，每个人都高高在上，谁也不愿意去，对，低头下去，去向别人，所以就僵在这个地方。啊，说我们主动到人家里去拜访，啊，进到人家的教堂，我们在教堂一样拜他的神。我同学开圈子了，那个感受他就不一样了。我们对他的神这么尊重，对他的经典这么尊重，啊，对他们的信徒，对他们的传教士，啊，我们都是真诚的恭敬心来往来。啊，那么宗教，新加坡宗教都做了一些慈善事业，啊，他们有养老院，有孤儿院，啊，也有学校，还有像天主教，他也办的有医院。但是我们也有点赞助，啊，所以我就每一个宗教的是新加坡钱送10万块钱，啊，表示我们对他们的慈善事业的赞助，啊，这样他们也很感激，啊，以后甚至有这个，我们就这么样把它团结起来，啊，那么这个过年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在新加坡这个过年，我就跟李居士商量，我说啊。过年是一桩
喜庆的事情，中国人很慎重隆重的。我说你晓得，很多的孤儿，很多的这个住在老人院的老人，那很可怜的，在这种届时他们的感受那非常难过。我说我们可以搞一个温馨晚宴，我们请他们一起来吃年夜饭啊，请他们一起来，把各个宗教他们的这个孤儿院的孤儿、老人院的老人统统请到，发正式请帖。你说他们人一生当中哪能见到一个请帖了？是我们发个正式请帖，你说那多温馨啊，多安慰呀、啊！是啊，多安慰啊！所以我们是用这个方法。所以我在那里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大概用了100万的时候，就把九个宗教团结起来，变成好朋友。随着尤其是温馨晚宴做得很成功。第一次的温馨晚宴，我们邀请曾思生，他是个部长，曾思生。第二年的时候呢，是邀请纳坦总统，第三年是吴作栋总理，就我在那里这个三年的时候啊，我离开之后，就他们好像就没有再办了，很可惜，这个应当年年办呐、这个是真正是这个宗教族群的大团结啊，是，对于他这个社会安定啊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个实在讲这个，居士林，我们在那边，讲经也讲了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么在信徒各方面他们都很善良，他的收入也很丰富，是年年做，他确实是有这个能力，不应该把它终止，所以这是个好事情。那么在新加坡这个事情做成功之后，那个时候的我在那个地方的总统是王鼎昌，他娘父亲两个都过世了，王总统对这个事情很赞叹，我听说他们传话跟我说，这王总统曾经召集这个九个宗教这些代表人告诉他，他说你们虽然有个宗教理事会，新加坡有个宗教理事会50年都没有团结起来，就是每一年呢大家在一次吃一餐饭，叙一叙就完了，一年就那么一次，都搞不起来。他说人家净空法师从外面来的，就把你们要跟他学，是不是？你这件事情做的确实很好。所以王先生有几次宴会的时候，他邀请了我参加的时候，夫妇两个都不错，都很好。所以这个就是，但是这个宗教的团结呢，确实有一点影响啊。我们在第二年的时候，第一年我们请的人啊是3800人，就是这各个宗教的。第二年的时候，差不多有8000人。第二年纳丹总统做我们的贵宾，那么第二年呢，来的有马来西亚的、印尼的代表，还有菲律宾的代表，有越南的代表，有泰国的代表，有好多国家的时候啊，这周边国家的时候，这些代表这个各个不同的宗教了，也都来看，学习，都来看，听说有这么一回事情，来看，是不是？我们也非常欢迎，所以也认识了不少这个国外的这些宗教领袖们，还有这个国家主管宗教的这些部长的级的官员，他们也都参加了。那么这个晚宴的时候，也有不少的这个驻新加坡的大使、使节也参加了。所以做得很成功，做得很成功。那么这些是这个马来西亚、印尼啊、澳洲啊，语言就从这么接的。就这么接的，他们了解我之后，这是。特别是澳洲，澳洲那个时候部长卢特，就是他是移民部部长，也是多元文化部的部长，他有多国家有多元文化部，这个多元文化部就相当中国的统战部一样，
哎，他专门搞族群团结、宗教团结，哎，他就搞这个，所以部长呢，我到澳洲去访问，真是偶然的一个机会，跟他碰到了，我在昆士兰讲经，在布里斯班，他到那边去开会，那有一个同学的时候，把他拉到。到我那里来看我，是不是部长来看我，是不是啊？那当时我送他一套这个大藏经，以后这个藏经呢，他送在国会图书馆，现在放在国会图书馆。那么他就很希望我能够到澳洲去，当然也是帮助他们呢团结这个宗教族群，那他们觉得这个很有必要，因为澳洲。这个近几年的政策，他是因为人口太少，他希望的时候能在10年之内移民2000万，吸收外面移民2000万，那2000万就等于说他的人口的1倍，他现在只有2000万嘛，在10年吸收这么多。我曾经跟他们公民部的部长，他给我提出这个问题，我就给他讲，这么多人来了。等于说澳洲人口增加1倍了。我说你们有没有想到，这来自不同的国家，这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跟原来的这个居民怎么相处法？他说是想到这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啊，什么方法？我说你可以利用学校的设施，在学校放假的时候。校舍都是空的，办讲座，原居民、新移民一起都可以来上课，教什么呢？就是教怎么相处。他说这个是个好主意，是个理事，确实，是是，你教吧，你这，什么都是教出来的呀，对，就你看你怎么教法了，所以他们非常欢迎。那么这个部长对我是非常优待。所以我去的时候，他是给我一个特别的签证，我也不懂什么特别法，结果人家看到我拿这个签证是在香港办的，是香港这个领事，澳洲驻香港的领事，这个签证拿下来之后，办的手续也办得很快，还有部长打电话给他，他也不晓得我是什么人，他那时候很气愤。他说：“你们这来头这么大，怎么找到我顶头上司是吧？” 以后我跟他讲说：“不是的，我们完全没找他，是他老人家的好意。才了解是吧？才了解了。你这是个和善大使，和谐大使。那么这个签证好像就是这个国家尖端人才啊。你看我已经70岁了。”哦，确实是人才啊，对对，是啊，七十岁了，哪里是啊？他是怎么会来有这种签证呢？是啊，所以到澳洲呢，就是也很礼遇啊。你说我们在澳洲做所有一切活动，国家都很协这个协助啊。这是那到那边去之后，那我们就想在那里建一个道场，所以买土地什么的。都非常方便，这个等于说我们可以享受澳洲公民的权益，有时候还有一些义务还可以不要紧，是不是？就是这么一个因缘，都是这个新加坡团结九大宗教这个产生的这个影响。那么印度尼西亚也是的。那个时候总统是瓦希德，印尼的代表就是参加我们这个晚宴的，就是两千年的参加我们晚宴，这个代表回去之后没有多久，他就做了印尼的宗教部部长。所以我访问印尼碰到这，老朋友是吧？没想到的是，他回去没有多久就做了宗教部啊，他就主管这个宗教部。那么当然，我相信这个瓦希德知道我的时候，一定是他去报告的。他去报告的。
那么瓦西德就派他的秘书长到新加坡来邀请我，所以这个是非常礼遇了，这是，哎呀，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哎，那么这个希望我去访问。那么我在那新加坡呢，那是做客嘛，主人是李慕远了，这我们中国人这个传统呢，客随主便，我一定要听从主人的，所以李慕远觉得不太妥当，所以就不让我去，那么我就写一封感谢的信，就是以后有机会我再去访问他，所以这个是有这么一桩事情。那以后我到这个澳洲，欢喜在澳洲定居了。定居之后啊，这个印尼他们那边成立金宗学会，我说这是好事情。那金宗学会代表呢，就请我到印尼去讲经。我说不行。他说为什么不行？我说世界上金宗学会有好几十个。我说如果我答应你了，别人来请我，我怎么办？是我不能厚此薄彼啊。我说厚此薄彼，人家要骂我。我说这个你要谅解，所以说我不能到你这去。他说那要什么方法你才能去呢？我就开个玩笑，我说除非你们总统来请我。结果没有想到是真的，他找到他们那个时候现任的副总统，那个时候瓦西林下来了，下来是梅加瓦蒂担任总统，副总统亲自发一个邀请函，来找我说这个麻烦了，这是玩笑开出来的，是不是？我说好吧，那就去吧。去的时候我也很想去拜访瓦西德，因为过去这一份人情呢，总是很难得的，去了之后，所以我到第二天，头一天下飞机就到总统府，就跟副总统见面。第二天我就拜访瓦西特，我就把上一次这个情形给他老人家叙述了一下，他很难得，很理解。他说做人应该要这样。是不是？很理解，很理解。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以后就都变成好朋友了。所以这都是团结宗教做出来的。所以印尼，我去的次数也很多，先后去过8次，都是国家接待。那么印尼5个宗教，我跟他们接触的时候，都那么样的和善，我就感觉很惊讶，好像比新加坡的时候还要容易，还难得。原来的是瓦西德先在这做了工作。他已经在做了，所以已经有很好的基础了，到那里一接触的时候非常融洽，所以这个他们几个宗教我也都去拜访，那么以后我们就觉得了，这个宗教这些领袖之间呢，也很不容易在一起有长时间的这个交流。顶多访问的时候2个小时就差不多顶多了，所以我就想到最好的方法旅行，组团出国访问，那么这样子有十几天呢，早晚通通在一起，这个朋友就叫深了，所以我在新加坡就组织9个宗教，9个宗教组成一个访问团访问中国，那是我们的大师是陈宝留啊，是吧？这个我们也很熟的时候，所以有国家宗教局这个叶局长来接待。旅行16天，那16天，这个友谊就完全不一样。16天生活在一起，什么话都谈。就是一般的时候，就是家里面的丑话见不得人的也可以交谈。这个就很难得了，所以这样子，这个9个宗教才真正变成了兄弟姐妹。所以旅行
关系很大很重要。嗯嗯。啊，所以在印尼呢，我也他们正好那时候访问埃及，啊，访问这个梵蒂冈，啊，找了我，啊，请我做他们团的顾问，我的团陪同他们一起到这个欧洲去访问。嗯啊，那么回来之后没多久，我们又组一个团的时候，我陪同他到中国去访问。嗯，那是我现在很有兴趣。嗯，他当团长，是不是啊？所以他去的时候，那中国接待的这个级别就高了。嗯哼，所以贾庆林来接见。嗯嗯嗯嗯，法师确实是有一套。是，所以我就感觉到这个组团旅游是促进友谊最好的方法。嗯，哎，也是这种机会教育。对啊，大家互相交流啊。那么同时我跟他们往来，我在这是朋友是交了，但是交易啊一定要能够怎么样融洽，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跟他们大家讲，我说我们都信仰宗教，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一定相信呢，宇宙之间有一个真神。啊，这个他们同意，哎，每一个人都真神，是我们教里面的真神。我说你们冷静想想，这个创造宇宙的这一个真神呢，那你说是你的教，他说是大教，难道你们这么多真神呢，大家共同来操的吗？哎，有没有这个可能呢？啊，我这提出来的时候，他们都不说话了。嗯。啊。都想想到底是一个还是很多呢？哎，还是很多，是很多真神来合作了创造这个宇宙，造这个人类呢？我说再说你们相不相信真神有无量的智慧，叫大家都相信。我说真神有无量的神通，它会变化，相不相信了？啊，这个也相信。我说那这问题解决了吧，是不是？我说真神确实就是一个，在佛教里面他就变成释迦牟尼，在基督教就变成摩西，就变成耶稣，啊，在这个你们那个伊斯兰教里他就变成真主，就变成穆罕默德，其实一个，他会变嘛，他会变化嘛，他们听了也很有道理了，我以为还有好像还有辩论的机会啊，结果从来没有辩论过，都能接受，啊，听了之后都能接受。我说那我们是一家人的，一个神的。嗯，我说为什么一个神他要创这么多教，要分这么多身？那是过去交通不便，没有资讯，所以人与人之间大多数老死不相往来。那神要教化这些众生，那当然就是像佛经里面讲的了，应以什么神得度就现什么神啊，这佛经上讲得很清楚啊。啊，是应以佛身得度就现佛身，那应以基督身得度，他不就现基督身吗？啊，应以阿洪身得度，他不就现阿洪身吗？嗯，确实。啊，这是，不是，实际上是一个啊。你不能说我的是真神，你的是假神呢，那你就骂了自己的神了，是不是？是不是？我说我们一定要用最虔诚尊敬的态度对所有宗教他们的身份。为什么？我们知道是一个神，他在这里画这个身份，在那里他画那个神，都是一个神。嗯，哎，我这个理念大家都接受了。所以我说我学这个接受教育，我说跟你们不一样啊。我说我学佛就是释迦牟尼佛最好的学生。我说我读古兰经，那我就是穆罕默德最好的学生。啊，我说我学圣经，那我就是摩西、耶稣最好的学生。我说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我眼目当中是平等的。嗯哼，啊，绝对没有说哪个优哪个劣。嗯哼，啊，没有。所以大学，这个印尼大学校长告诉我，我们学校有比较宗教学，我就觉得怎么可以比较呢？嗯哼。哎，我说比较的话，你一定要比他高，你才能比较。你要不如他的话，你今天你们的学校的老师、学生，
哪一个人能比得上释迦牟尼？哪一个人能够超过耶稣、摩西？哪一个人能超过穆罕默德？你不能超过，不可以比较哎，啊，那要怎么样呢？虔诚学习，啊，不能把它看作那是外教，那你就错了。看成什么？我们的神，你看在基督教他怎么讲法？他教那些人他怎么会教法？啊，我们的神在阿拉伯，你看他怎么教法？然后你就晓得那个神的那种智慧，你看他在日常生活当中运用，你看他对这个不同的文化啊，不同的这个程度啊，这是应以什么身，他变什么身呢？应以什么法教，用什么方法？所以佛法讲没有定法了啊，没有一定的形象啊，没有定法。啊，我说你这样子多看多听多学习，你才会融会贯通啊。啊，我这些话说的时候，他们都很欢喜，都很欢喜听啊，是不是啊？是不是？我说我能讲《古兰经》啊，我也能讲《新旧约》啊，是不是？是不是？确实，这个不单他们欢喜，我听了也很欢喜。啊，因是。为我以前呢，在学佛的这个过程中，也有个糊涂认识，啊，好像是学佛的呢就是正道，然后呢不是佛教徒的呢就是歪门邪道，所以是也有个糊涂认识。那听不法可以，师讲不不可是以，这样的，不是这样，不是，那邪道它是违背伦理道德，那个是邪道。啊，对了，那教你杀人放火，那这个绝对不是真神。你看，任何无论哪一个宗教经典，绝对没有叫你杀人的。啊，杀人绝对是罪过，罪过；偷盗绝对是罪过。啊，这个奸淫绝对是罪过。啊，这个不讲信用绝对是罪过。这个是基本的借条，是哪个宗教经典都一样。还是教育，啊，都是教下，还是那这教教育。下。哎，所以我肯定，所有宗教都是神圣的教育。神圣的教哎，育，都是神圣教育。哎，那现在讲的就是社会教育，啊，所有宗教都是，所以我跟他们讲的时候，我们有宗教的仪式是一种习惯传留下来，它也是一种礼节嘛，仪规嘛，哎，但是这个教育一定不能够疏忽。你看，释迦牟尼佛教学49年，啊，耶稣教学是最少3年，3年他被人害死了。要不然他时间一定很长的，啊，穆罕默德27年，啊，通通都在教学，他不教学的时候，他对社会就没有贡献了，啊，所以说救苦救难帮助众生呢，帮助众生要叫他觉悟，要叫他明白，啊，要叫他真正做个好人，不要做坏人，啊，这是真的是这因果报应哪个宗教都有啊。伊斯兰教讲两世因果，他讲现在这一世，来生的时候有天堂有地狱。我去读他的经，我告诉他还是3世因果。那这怎么是3世因果呢？我说你们经上，伊斯兰教有6个基本的信条，里面有一条信前定。啊，那前定是谁定的？如果你说是。啊，他们叫称上帝叫称真主啊，那真主定的，那真主不是太不公平了？啊，定这个人让他享福，定那个人让他受罪，那这讲不通嘛？你说我们这个世间人是贫富贵贱，啊，吉凶祸福，那这太不平了嘛？那这个上帝很不公平的，上帝有私心啊，那上帝要是有私心的话，那跟我们人有什么两样？是吧？但是他里头叫信前定呢，这个话就解决了。啊，心里说，你造的是前世造的善，你这一生享福；你前世造的不善，那你这一生要受苦。30因果。啊，对对，那这个才讲得通啊，是吧？30因果。哎，我说我看你那个信前定啊，哎呀，这个东西上帝是很公平的。啊，上帝没有私心。是。哎，没有私心。哎，所以说你。这一生当中，你行的善，啊，你会上天堂；你造的恶，你会下地狱。
啊，那上天堂地狱是后世，那是这一生定的。我们这一生的吉凶祸福是前定的，那前定是前一定有嘛，啊，一定有这个善恶的行为嘛，你才能讲得通嘛，要不然怎么讲通呢？啊，这样是你对上帝就没有怀疑了嘛。啊，上帝真是大公无私，是不是？确实，所 那以，你就好好的去断卧修善，也不要去巴结上帝，巴结不上的，不要贿赂，那 不要贿赂，不要贿赂，他不会接受的，他不会接受的。所以宗教的教育比普通教育要高级得多，哎呀，它是三世啊，因对对果的对，不教错育不错，算是一门挺啊。那不么错，这一点呢，这个中国呢，因为一些历史的原因，确实是没有了。有一些呢，基本上是濒临灭亡了。但对，最近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比较欢喜的消息，那下个月呢，中国在自1949年以后啊，就这么多年以后，第一次办一个世界性的一个宗教论坛、对宗对教对，大是的会是的，啊，这个法师肯定是知对道了我接啊，受这是邀请，佛教论坛，佛不教错论不坛。错不错。那么这个叶局长、叶小文局长呢，也表了态了，就是说这个佛教参与这个食宿的这个事务是一件好事。对，那么一些大德也，宗教研究学者、教授，他们也提出来了，这个佛教的因果教育，对，是以对这个道德伦理的这个恢复，以及和谐社会，它会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法师从这个方面看，给我们一点开示。这个中国传统教育里头就重视因果。啊，所以这个是也是5000年的历史，重视因果，它确确实实有因嘛，有因有果嘛，这个在历史上记录下来就很多，绝对不是迷信，有轮回，有因果，那么在西方，这个就是半个世纪之前。就是70年代呀、好像美国的凯西呀、美国凯西死的时候是在这个二次大战那个时候，那么他是美国也现在全世界非常有名的一个预言家了，那么他的预言东西我看过，实际上呢。这个现在人很难相信，但是他是真的，他是灵鬼附身，这在佛经上讲的有，灵鬼附身，他的那个能力不是他自己的，所以他这个能力，这个能够显示出来，都在睡眠当中，所以他是个睡眠的预言家，那他睡在那个地方之后，睡眠了，你问他，他就会答复你，所以用录音机把它录下来。然后把它做成他的这个案例啊，非常完整。他一生一共有14000多个案例，现在他有个图书馆，所以全世界很多人去研究他的东西，奇奇怪怪的病痛，他们得找出原因，找出原因多半都牵涉到前世的，所以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是全世界的人，无论是哪个人，你一生当中所遭遇的。无论大事小事，绝对没有一个事情是突发的，是没有前因的，他说没有，再小的事情是，都跟前世的因扯上，这个就是我们中国谚语讲的吧，一因一果，莫非前定嘛，你今天的时候吃了几粒米，喝了多少多少滴水，都是前定。这个也是相同的，所以中国这些记录就非常之丰富，所以中国人在古时候很少不相信因果的，所以我就，这个在这么多年讲经的时候，我也常讲，中国传统的教育内容啊，包括有四种，一个是伦理，一个是道德，一个是因果，一个是宗教。
虽然那个时候不讲宗教，但是那个宗教的事实都在。你至少是中国自古以来，祭天地，祭山川，祭祖先，那就是宗教教育嘛。所以他这四个教育都有。所以是这个家庭家教从小的时候这四个统统有。以后上学在学校中国是私立学私生办的私塾里也是这四个教育。社会教育你看古时候社会教育我们中学校非常发达。就说唱啊戏剧啊歌舞啊里面统统讲的。忠孝节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看，这中国也表演的不是这是吗？所以中国教育虽然不发达，乡下人没念过书，他懂得做人。他真懂事。这从哪来的？从说唱那里学来的呀。你看，每一个是逢年过节，或者是这个迎神赛会呀，这些都是大戏台唱戏。那的社会教育不像现在呀，现在这个娱乐是害人呐。叫你为非作歹呀，中国戏剧不是的。自古以来，中国这个讲现在叫文艺表演呢，文艺表演都遵守孔夫子的一句话，作为最高指导原则：思无邪。思无邪。那思无邪。这个孔子说的。就是你无论做哪样，你不要引导别人有邪念，这是最高指导原则所以几千年来说，在文艺中，它就变成社会教育，广大的社会教育，而且受到是群众普遍的欢迎，真的是好东西啊，影响很大了，确实。影响很大。所以从刚才法师讲的这个广义的宗教，是从咱们的这个尧帝，对，对，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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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从那个时候，从尧舜开始，对，是有所宗而教，对，是吧？对，是有所尊崇而教，对，是。那么儒教，实际上儒学也是一种儒学，不，儒学是继承中国传统的，这真是一脉相传，是集成的，所以以后就儒家就是代表了，孔孟正是集成了这个传统。那么现在中国的这个教育进入了一个比较关键的时期了，老法师也一直在关注，因为我这个年龄啊，我是在中国出生的，那么这个在中国读书的时候，确实我们是。只看这个分数啊，跟分数无关的一些我们很少学，老实讲是这样的。那么下一代人呢，现在我们看也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导致了我们现在变成不看书看钱了，读书的时候看学分，这不读书的时候光盯着钱了，所以这个道德伦理呢就出现问题了，这几年滑坡很严重。对，这个现在问题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严重啊，那个这个你看这个30年前这个汤恩比博士，这是英国的历史哲学家，也是世界上非常有声望的有地位的学者，他在30年前池田大作日本人到伦敦去访问他啊，跟他谈了10天啊，这个谈话的记录写成一本书那么这本书的时候我是最近才看到有朋友送来给我的时候，我知道的，我以为是他在日本访问的时候谈话的，结果没想到是书上记载他是到伦敦，我在这次晓得谈话的内容非常广泛，这个社会上是各个方面的问题都谈到了那么谈到它里面最重要提示我们，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到了最严重的危机就是人只知道贪婪这个贪婪，如果这个贪心不能够这个
回过头不能够克制的话，人类恐怕过不了21世纪。就是说，在21世纪之内的时候，人类会在这个地球上消失。啊，那这个消失的时候，我们现在看这个灾难太多，啊，这个里头可能就会有大三灾，那就小三灾呀，那核武战争，人类会在这个地球上消灭。消灭之后就是从头来起，这个地球要从头来起，这就是西方宗教家讲的，宗教的经典里面讲的世界末日。啊，这很可怕的现象，啊，但是这个现象能不能挽救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就靠教育。所以联合国开了30多年会，我参加过5次，我就了解了，不能解决，武力不能解决。啊，这个开会不能解决，要教，要办学才能解决。啊，就是你一定还是要把伦理、道德、因果、宗教这4种东西融合在一起，教化众生，可以避免这个灾难。啊，比什么都重要。还是好。哎，好的。各位大家好，刚才听了法师一席话，很受启发，增长了不少那智你慧。们，那你。这个我在新加坡3年的时间呢，感受到了这个新加坡呢，这个相比其他国家来讲啊，应该说是国泰民安。那么其中宗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是我到了新加坡以后感触最深的。所以是想请法师，在这个治国平天下这个方面，宗教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给我们一个开始。这个宗教，它的任务就是教化众生，啊，帮助一切众生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知道啊人跟人的关系，人跟自然环境的关系。人跟天地鬼神的关系啊，那么一般人不相信有天地鬼神，那我们换一句话说，科学家讲的，不同维次空间，那就是人与不同维次空间生物的关系，啊，这个他听得进去，啊，换个名词也听得进去，实际上是一桩事情，一桩事情。啊，我们习惯过去习惯叫天地鬼神，啊，关系明白了，然后怎样能够啊相处，能够和睦，能够融洽，把自己境界不断向上提升，这个就是宗教教育的目的。啊，那么他对于现实人生着重在因果，着重在伦理。你懂得伦理，再知道这个因果教育，人起心动念呢，他会收敛，他不会做坏事。啊，你说这个，我们从小就我这个年龄。我是27年出生的，25年离开家，啊，离开家，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虚岁10岁，啊，这个离开家乡，以后就没回去，啊，所以是离开家乡70年。那我们那个地方呢，是桐城派的地盘，就是明清时代的时候。文风挺盛，所以桐城派的时候，它的据点就是3个小城，啊，桐城、朝鲜，啊，不是，还不是朝鲜，舒城、庐江，就这3个小城，这3个小城居里啊，
都很近。现在的讲距离是大概20多公里，我们现在50里路啊，这是中国以前讲的这个中国里50里路啊，现在就是20几公里，所以很近。这三个城市，这桐城派这个地区，文风盛，乡下人都念书，私塾到处都是，所以我就沾那么一点光。沾那么一点光的时候，你说我弟弟小我6岁呀，他就没收到了，他就完全不知道了。所以还就所有那个基础教育的时候，那是这要从根扎了。所以中国这个教育，我跟外国人谈的时候，说到教育，在全世界，中国人最有经验。中国人有5000年这个传统教育的历史，有5000年的智慧，有5000年的方法，有5000年的效果，这世界上没有的。中国这个教育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胎教开始，母亲怀孕，因为知道这个做母亲的人，他的情绪，他的这个念头，他的一些动作对胎儿都有影响。所以我们在《史记》里面看到，这个周家开国，文王的母亲叫胎人，怀孕的时候说莫不施卧色，眼睛凡是不好看的东西不看，影响胎儿，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就是粗鲁的话都不说，它影响小孩你看做母亲的就那么样谨慎，这10个月，小孩出生下来之后，他眼睛睁开了他会看，他耳朵他会听，虽然他很小，他所看到的所听到的，这个大人在他面前言谈举止，他都落了印象。我们现在讲落在脑海当中，那个记忆永恒不灭。所以是先入为主啊，是这个中国人常讲的，这个是这个幼儿的时候。所谓少成若天性呢，习惯成自然呢。你看汤恩比他就提到说，他说教育说最重要的是5岁之前。那中国不是在5岁之前，怀孕的时候就开始了。这是外国人都想不到的。所以中国教育是这样的。所以中国有一句话说，3岁看80，7岁看终身。这个话有道理。你如果不懂得中国人，这个话胡说八道啊！这根据什么？根据从胎而教的。这个3年的根扎下去之后就是3岁小孩，他有能力辨别是非，哪是对的，哪是错的，他有能力辨别。他会向对的那个路走，那个不对的他不会走。这就像我们今天讲社会的染污，他有免疫力，他有这个能力，他不接受染污。所以教育是从小，从婴儿不是长大了，3岁都来不及了，3岁他已经被污染3年了。所以我们中国传统教育丢掉的时候也不过就是1世纪，这100年了再丢掉的。以前不是的，以前农村的都重视所以中国人民为什么会这么好，这么善良？这现在这些变坏了的。以前是等中国人民为什么那么善良？教出来的所以他教的就是伦理，伦理是教你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外面环境的关系，这叫这个。道德是教你怎么样做人，五伦八德嘛，
那八德是道德，教你做人。啊，你应该要怎样做人？啊，那因果的时候，这就叫果报。因果教育懂得之后，人没有贪心。啊，人纵然遭遇到很困难，不怨天不尤人，他心平气和。那为什么呢？我过去造的因不好嘛，我这一生应该受着果报嘛。啊，你说发财不会羡慕别人，啊，人家发财过去是修的好因，啊，我今生穷困，我没有修因，啊，他不会去羡慕别人，也不会去用坏方法去赚钱，赚不到。啊，在英国的教育里面讲，所以叫一饮一啄莫非千金。啊，你命里面该有多少财富，所以说注定的。啊，到时候他自然会来。啊，你用不着操心。香港的李嘉诚，我也跟他见过面。嗯，他有一个老师啊，陈朗啊，好像是。前年过世的，啊，这个老先生跟我很熟，啊，那时候80多岁，他是李嘉诚的顾问，啊，我跟李嘉诚认识，是他这个陪我们也一道去做了一次访问。陈朗告诉我，他说李嘉诚刚刚起家的时候是30岁，啊，那时候刚刚出来做生意，就碰到他，他会看相、看风水、算命。他搞这个的，四川人，很有一套，是不是啊？他就问李嘉诚，他说：“你希望将来你有多少财富啊？你就很满足了。”李嘉诚说：“我有3000万就满足了。陈老先生告诉他，不止。他就那时候跟他说：“你将来是香港首富。”那个时候，对，命有的嘛。他是这样的。命里有的，所以以后这个李嘉诚就等于请他做顾问一样，大小事情都向他请教。那么他也是学道学佛，学道学佛是吧？所以这个发财，你真正要求财，你命里没有的，你求到的那是真求到的。你命里有的，你求到的时候，那都不算呐。所以说是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的，它有理有原理，有方法。你如理如法呢，命里没有也能求到。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那么财富是怎么来的呢？财富的因是你前生喜欢修财布施。你肯拿财富去帮助别人，你帮助的多，你命里的财库啊就多，啊财命就大。你布施的少，那你就少。那你过去没有修布施，很吝啬，你这一生就穷困。你没有财富，啊，就是财库里的空空的，你没有。这个法布施呢，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呢，是健康长寿，这是佛经讲透彻。啊，过去生中修这三种布施，你才有三种果报。啊，如果过去生中没有，你财说什么都没有，我的命运就没有。啊，我从小的时候，这人家给我算命的时候，就算命的时候，我这一生贫贱的，贫是没有财富，贱是没有地位。啊，那什么都没有啊。财库空空啊，而且又短命，这都是真的。你说了凡四训，那了凡先生被那个孔先生算的那个算的，每一年照他算的完全正确，一丝毫差错都没有。所以20年他心定了，他为什么打妄想没用处？啊，你求不到，全是命里定的。你懂得这个道理，还有贪官吗？没有了，贪的都是命里有的。命里没有贪也贪不到，是吧？我命里都没有财的时候，我就做小偷，马上就被警察抓去了。能偷来的还是命里有的，
你说你这不冤枉不冤枉呢？所以懂得这个道理的人的是才晓得是，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这是什么？他不懂因果教育。懂因果教育是无论在处什么环境，不怨人不怨天。啊，他心目永远是定的。啊，所以我在这个状况之下的时候，以后这是听到人家原先我对于这个宗教，不怎么样相信的。啊，那学生的时代，这个少年的时候接触过伊斯兰教，接触过这个基督教，啊，他们有教堂了，星期天去听听道啊。有的时候听的还叫蛮有道理的，啊，那就是小学生的时候。那对佛教的时候就非常反对，因为佛教没有讲经，只有看到什么，这个是给这个念经超度啊，为死人服务的，所以对佛教的印象非常非常坏，非常坏。年轻的时候，那就是非常坏，就根本是这个不能够接触的。所以。我这个佛教师，你说哪一个法师也是把佛教介绍给我，几乎都不可能。说我有一点辩才。你死的我那么说成活的，是不是？你这个法师辩不过我的时候，你就输了，你就不行，是不是啊？所以我到台湾去之后啊，就是非对哲学很爱好，很想学哲学，就找到方东美先生。啊，这是中国的在台湾是第一个哲学家，啊，大哲学世界有名的，他桐城人，就桐城派的后代，所以我就找到他是跟他学哲学，他把佛经哲学传给我，我就是佛经哲学，我就觉得很愣住了，说佛经哪来的哲学？他说你这个不知道，他说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这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这个佛生，他把我领入门，我才知道佛教里头有这么多好东西。他告诉我，他说你真正要搞佛教的时候，你不要去找和尚。我说那是，他说你要找经典。好东西在经典里头。我这才明白了，所以以后逛寺庙去。专门去看他有没有经书，要找经书看，所以那个东西在那里头，所以这个是接引我入佛门，入佛门之后，当年还有一个老居士，朱金洲老居士，那个时候他69岁，我才26岁，所以他给我一本《了凡四训》。那我把这个书拿回去之后，好像是在不到2个月，我看30遍，我看了深受感动。袁了凡的毛病我全都犯了，全都有。他还有点好处我都没有，怎么比也比不上人家。所以说一会儿他有的办法就是能够扭转自己的命运。他是遇到云谷禅师。云谷禅师给他一篇开示非常好，就是怎么样你把自己命运扭转过来，所以我就开始学，开始学了凡先生的那一套理论的那套方法，断卧修禅知道自己命里头没有财呀，点点滴滴的布施，这布施李老师，这个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我头一天给他见他，所以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就见张家大师，也是第一次我见面就给他提出一个问题，我说我现在知道佛教好，方先生告诉我的，不说方言别人不行，你心目当中最敬佩的，最佩服的人，那就没话说了，来介绍了，我知道好处，我说有什么方法能叫我很快就起入？他听到问这个问题，这问题确实个大问题啊。他眼睛看着我，看了半个小时，一句话不说。那他看我，我看他，我们就是在他那个小会客室里的时候，就那么对看。这是个教学方法。
啊，为什么呢？必须让你全部精神贯注，你定下来了，给你说才有用处。啊，你一生都不会忘记，心浮气躁啊，学不到东西啊。啊，所以现在学校学生很糟糕啊。我中国学校我不知道，外国大学我清楚啊，我就上过课，心浮气躁，哪能学到东西呢？啊，一点定力都没有。啊，15分钟之后就不行了，就沉不住气了，啊，所以学校的老师上课就15分钟，后面就讲笑话了，啊，就聊天讲笑话了，你说这是悲哀呀，这怎么得了？高等教育却走向这个路子上，这个世界末日越想越可怕，越想越可能，啊，所以我了解从了凡四训。了解这个英国教育之后，啊，我问张家大师，张家大师那样摄受，啊，我才知道中国古人有一套本事，啊，教人的本事，一定叫你的整个心情定下来，啊，才跟你说话，啊，半个小时，我们聚精会神等他说话，啊，等听他的这个教诲，等了半个钟，你说一个字，有。有，哎，我问他有没有方法的，哦，有，说了个有字，说有字之后他又不说话了。当然我们的耳朵都竖起来了，还专心在听他老人家的，啊，大概这个就时间短了，大概就是4-5分钟，啊，4-5分钟给我讲6个字，看得破，放得下，他讲的语气很慢，一个字一个字，真的斩钉截铁。你永远不会忘记，啊，那我们还是沉不住气，没他的功夫啊。我们听了之后，看得破，放得下，有一点懂，啊，有点懂，啊，我就想到了人前从哪里下手？我们这速度很快呀，啊，大概有总是回答那话，至少15分钟，啊，都是让你情绪定下来，不是，啊，第一次见面为2个小时。谈的话只有10几句，啊，都在定中，所以那看到是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啊，这样的人，真的以后学佛者，佛家讲，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他真的是在定中，啊，以后我亲近李老师跟那个认识，他非常佩服，啊，他说这个老人是在定中，啊，行住坐卧都在定中。接着头一天他告诉我的，我跟他告辞的时候他送我到门口，啊，拍着我的肩膀，他那个时候是65岁，啊，拍着我的肩膀告诉我，我今天给你讲6个字，你好好的去做6年，哎，我们就真听话了，那真照干了，那布施，说布施是我们那个时候穷困的不得了啊，他就讲啊，1块2块有啥？啊，对，这个可以信。嗯，哎，真做啊，比如说人家放生呢，我们拿1块钱，啊，随喜，啊，拿个2块钱去印金，啊，就真干。啊，干到6年呢，还真有感应。啊，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这个佛教教育这么好。没有人去搞，很可惜了，啊！我不知道，那是无所谓了。我知道的时候，这个东西应该，因为我在那里，在台湾没有家里呀，一个人的，啊，我可以把一切的放下，专心搞这个，啊，那么有这么好的老师来指导，那很难得。我想应该走这个路子，啊，所以就有预感，啊，好像是1-2个月。之前的时候就有预感，啊，我在那个时候在台中跟李老师学这个经教，啊，我就跟同学们说，我说我可能出家的语言可能会成熟，啊，这个出家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我这一行是张家大师给我安排的，啊，我说将来做什么好，他说你还是出家走讲经路子好，是他替我指导我的，我说那出家。
到哪里去？他说你不要找师傅。我说不找师傅怎么行？他说你找师傅，人家不收你，你不觉得很难过？我说是啊，没错。求感应。哎，他说到时候什么？求佛菩萨让师傅来找你。哎，这种事情，果然没错，是啊。我那时候想的是，大概他们问我大概什么时候，我说不会超过半年，结果2个月之后。啊，台北就有一个法师来找我，1个月当中啊，找了我9次。哎，我说刘备找诸葛亮3次，我说他找我9次了，是不是？我才把这个事情向李老师报告，李老师很惊讶，他什么人家找你，你就去？我说不，他找我9次了，是不是？我说他很诚心啊，很诚心啊。我说我就答应他了。所以今天这个意念。啊，受戒什么，通通都有预感，都有预感，所以那个寺庙来找我，我就会提出条件了。所以说我不做金蝉佛寺，我不做法会，我说我要研究经教，我请我讲经，我可以，我走这个路子，我不搞别的，那时候我出家时一文都没有了，但是我每个星期每一个月。要到台中住一个星期，我的老师在那里。我说往返路费常住要给我，什么条件都答应。所以我这个出家很特殊，很特殊。这个有千里马，还有有伯乐，很特殊，很特殊，很特殊。哎，我操！对，所以这个出家之后就是教学。出家之后就教佛学院。就是戒就讲经，所以出家到现在，48年，33岁这个出家的，48年，这讲经教学48年没中断，那么从学佛开始呢，26岁开始，那今年是55年，从来没间断过。那么在没出家之前，我喜欢读书，所以在学校也是的。学校那个时候，在学校念书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天分，记忆力、理解力都很强，所以学校那个课程呢就很简单，所以大部分的时间呢都在图书馆，看这些一些东西，就常识非常丰富，学校课程我就是听经听课，很专心。从来不复习，听完之后就书就放旁边，考试之前10分钟就翻一翻，肯定及格。所以我那个老师对我也很头痛，因为我不要名次，我只要60分，年年及格就好了，所以我的考试交卷一定是第一个，我一算，大概算到什么，这个67、8分我就交卷了。为什么怕错的时候还扣2分的时候，绝对可以拿到60分？所以总是第一个交卷。所以我在学校也很出名，就是，不这对于课程不用功。我跟校长就讲过，这个东西所学非所用，是，你学这个东西去混文凭吗？到社会上有起什么用处呢？我不如图书馆多看一点东西，我有很多的这个知识啊，这个常识啊，将来在社会上可以用上。所以我这个课外的东西是我的主修的，课内是敷衍的，先有用的，先有用的，先有用的，这个是那个没用的，我不浪费时间在那边。是，确实，法师刚才实际上用了自己的一生的这个对，出家的这个因缘，给我们开示了对，治没国错，平天下的方法。您回答的很巧妙，对，没错，这个要在定中。所以这个，这个宗教啊，它是一定要知道，它是教育。所以我接触方老师介绍给我的时候，那么就肯定佛陀教育。所以这佛陀教育是我最先。提出来的，我说佛教就是佛陀的教育，因为中国人喜欢简单，自古以来的时候，
啊，他不喜欢啰嗦，嗯啊，所以他就用佛教。啊，我说现在呢，佛教被社会大众产生误会了，必须啊不得已啊再加两个字进去，叫佛陀教育。佛陀教哎，所以我在他这个台湾有一个基金会，我就用佛陀教育，哎，佛陀教育基金会。那我这个地方也是佛陀教育协会。哎，是名不正则言不顺的。你那个原来名字是很好啊，但是年代太久了，大家产生误会了。啊，所以一定要很鲜明地标出来，佛教是教育，它不是宗教。啊，这一点呢，我也讲得很清楚。啊，我有一年在美国迈阿密，啊，在那边同学请我去讲经，原本定的是讲《地藏经》，啊，因为时间不长，只有七八天，所以讲《地藏经大意》在迈阿密，那个地方也很奇怪。是什么怪人都有，是，美国一个奇怪的地方是。那么我到那边去了，临时去一看的听众啊，有很多当地美国人。哎，我说这个很难得了。那么给我翻译的这个居士也很不错，他的翻译能力很强。我说这样子，那我们要照顾这些外国人的时候，如果我题目换掉，就是我们讲认识佛教。啊，就把佛教是什么，用了8天的时间，一天2个小时，给他讲，以后他们从录音带记下来，就印了这本书我拜读过，啊，那本书很就这么说，哎，就那就是在那里讲的，是针对他们讲的，啊，所以说告诉他，佛教不是宗教，啊，你看我们在一般宗教里面都是称神，啊，称主，我们佛教没有，我们称释迦牟尼，本师。啊，本师老师啊，啊，本师就是根本的老师，啊，就是这个，就是他传教的根本的老师，那称本师。我们自称是弟子，那我们跟释迦牟尼佛的关系，师生的关系啊，这是教育里才有啊，宗教里头没有啊，宗教里只有神，啊，只有主啊，这个奴或者说父子，他是这么称呼的，天上的父。啊，你看每个宗教是，这是佛教里头没有。汤恩比说得好啊，汤恩比讲的是，佛教是无神论的。无神论。对，这是佛教是无神论的，是不是啊？佛教里头没有神啊。没有神。这句话就没有神。佛菩萨都是人。都是人啊，是人修成的。是啊，佛是老师啊，菩萨是我们的学长啊，前期的，以前佛的学生呢，他在我们之先呢，所以我们跟菩萨是学长啊。啊，我们是学弟啊，他前学，我们后学的，我们同一个老师啊，那是这么个关系啊，所以你都要搞清楚啊，所以他这个里头，这个你搞清楚、搞明白，你就晓得了。你看，在佛门，佛教传到中国来，这个大殿寺、这个寺院，中国称丛林，啊，丛林是什么呢？就是现在讲的佛教大学，啊，方丈住持就是校长，啊，古时候也称。丛林主席，是校长，你看他底下3个重要的干部，执事，啊，一个首座，首座是管教育的，就是教务长。啊，维诺是管秩序的，啊，就是训导长。啊，建院就是管总务的，就是总务长，他跟学校的名称不一样，啊，称首座，称维诺。称监院，实际上现在就学校的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职责都是一样的。其实那个时候用印度的话，哎，用印度话，哎，用印度话，你要称和尚啊，和尚说和尚叫清教司，和尚对谁说？就校长，他主持教育的，这个人才能称和尚。那么其他的教授呢？教授就称阿舍利。啊，阿舍利也是印度话，翻成的意思是，他叫规范师，就是他的行为可以做我的榜样，可以做我的模范。啊，所以你从这些你都了解之后的时候，你才了解佛教是什么啊。啊，那么今天这个佛教为死人服务，这个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我那个时候年轻刚出家没多久，我曾经向那个道安老法师，那个湖南人也非常好，那个时候他办了一个这个在台湾办个大专佛学讲座，他请我就做总主讲，所以我们就比较接近，我就向他请教这个问题，我说佛教为什么会做这些法会呀，做这个金蝉佛寺啊？他就跟我说，他说想必这个事情呢，是从这个唐玄宗开元年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安禄山造反，郭子仪平定之后，这个玄宗在每一个战场，主要的战场，都建一个寺庙，叫开元寺。现在很多有开元寺的时候，就从这儿来的。他说那个时候呢，就等于说是，请这些高僧大德做这个追悼。这个死难的军民，就追悼纪念追悼，这个国家做了这么这个一个事情，这国家一做了，那民间的时候呢，这个老人过去的时候也就请法师来诵经祝福，这大概从这儿开始的，在那个时候很少，没想到现在把这个当做主要的了，对于这个研究经教啊，这个依教修行这个事情啊。都变了质了，很可惜啊。都变了质了。所以这个是他，在我想也有道理，他讲的是也有道理，就是这么样的，这个开端的，开端之后，那么到现在的时候，大家把经教也舍弃掉了。不过在从前的时候，这桩事情是印光法师在文钞里讲的很多，在从前，出家很不容易，要考试的。考试最后那一关是皇帝，最后那一关，他考试的时候，在普通的学科要达到进士的水平，哇，很难了，是很难的。那古时候他这个三个学位呀，秀才、举人、进士是学位的名称的，就是现在讲的学士、硕士、博士，进士是最高的。要达到那个水平，还要考佛学。你考取了之后，最后是面试，是皇帝面试，同意之后，他才文凭发给你，那个文凭叫度牒。度牒。度牒。你有这个文凭，不管你天下哪个寺庙，他不管你，你到哪个寺庙，到哪个和尚，你跟他出家，人家一定先看度牒。你没有度牒，你要是。剃度了是，那是犯了过法。这么严格。应该。为什么呢？皇帝说他懂得了，你是这个出了家的时候，你代替我教化老百姓啊。所以说你有资格做我的老师啊。所以说帝王师啊。所以那个时候出家人地位高啊。你在这个地方上的时候，地方首长、文武百官，没不尊敬的。他真有道德，真有学问，所以这个出家寺庙这些这个和尚，无形当中都变成政府的顾问，你看像什么这个刺史啊，这个县令啊，有些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他就到山上去找和尚，向他请教，他真能解决问题，这他真的有东西。所以这个度牒是清朝顺治皇帝废弃的，在我们想象当中是顺治的背景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遭遇到有相当的困难，他不是放弃了王位出家了，顺治出家了，如果要拿度牒的话，他糟糕，他出不了家，他肯定出不了家嘛。所以我想象的一定是为了这个戏，从那个时候，他就把这个废止，废止那啥，不管什么人的时候，不要度牒就可以出家了，可以出家了，所以他出家也没人知道这是，我想说这是私心，但是这个事情后遗症可麻烦了，对，后遗症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康熙。乾隆，
啊，康熙、雍正、乾隆这三朝啊，还不错，那个出家人水平都很高，所以很多这个人才出来，啊，很多人出来，但是以后呢，就逐渐就往下降了，那么降到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印光大师那个时代，印光大师他是10个出家人呐，几乎有8、9个都不认识字，那怎么行呢？他懂得什么呢？啊，对于通达教理的真正修行的弘法利生越来越少了，啊，这个是佛门的悲哀呀、啊。所以他是对这个顺治皇帝是很不原谅他的。文章里面讲的很多，他说他做了这桩错事，在当时是有利呀、啊，对，没有想到后世，没想到对以后的影响啊，遗憾啊。哎，所以我就想到这一点呢，印光法师讲的是很有道理。那现在怎么样把这水平提高呢？就是办学校。啊，所以这是我想了很多年，希望国家呢能够办一所宗教大学。哎，宗教可以团结，宗教大学，宗教大学呢每一个教是一个学院，那将来都是这里毕业生说都是同一个学校的嘛，不同科系嘛，不同院系嘛，宗教能团结。而且呢，把这个水平全部带上来了，哎，不是宗教大学毕业的，不能出家。这很重要。哎，我就想出这么一个点你这好子，主对，意。我这个主意是跟赵普老谈过，啊，赵普老谈就很高兴啊，哈哈，很高兴啊。我说这中国这些寺庙都是几千年的，你看哪一块砖头瓦块啊，都有1000多年的历史，啊，这个什么呢？现在反正开放观光嘛。干脆所有寺庙通通作为观光旅游，跟国家带来一笔大收入，啊，而且可以做机会教育，啊，你来观光的人说，我给你介绍什么是菩萨什么，让你正知正见，啊，这是教化众生呢，啊，你交了学费呀，我也不给你白回去啊，是不是啊？那么真正这个宗教的道场呢，一个就够了，交通方便嘛。哪里要那么多这个寺院道场啊？一个宗派一个就够了。啊，这个什么就像外国的大学城。啊，你们到外国就看到是大学城。啊，所以这一个宗就是找选择一个好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建道场。啊，建道场呢不要建这个宫殿式的了。啊，宫殿式那是古代的，啊，那古代的学校。照皇宫的方式建的，那现在的学就是建大学，就照学校的那个方式来做，啊，里面分两个部分，一个是修行的，一个是研究的，啊，就是说，一个是学院，一个是学会，修行的，那个寺院庵他这个名称都不要了，因为人家会搞乱，那是迷信，是吧？啊，你这个修行的就是学会。啊，那进来是会员，来学会；教学的呢是学院，啊，你比如说我们净土宗啊，净宗学院、净宗学会，哎，这一个大学城的时候，这有两个部分，有修行的，有研究的，啊，这样的培养人才。那是这个像天台的啊，天台学院、天台学会，啊，禅宗的禅学院、禅学会。赵普老很喜欢呢、啊，那我第一次跟他见面，我们两个聊了4个小时啊，是啊，谈了4个小时啊，非常高兴啊。就可惜他年岁太大了，对，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开放，是，哎呀，所以时他，机可能也哎，是，所以说是不错呀、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对，因为中国现在这次机会，下个月搞这个大活动呢，对，实际上从我们这些旁观者来看的话。他们也是在致力于，就是说，恢复一些传统的教育对，啊。那么就是说，也亟待于有一套完整的方法，不错，就是不然就乱了啊。这个宗教确确实实都是教育，对对对，都是教育，是。所都以是教育。是以您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话，相信是很完善，就是说不至于乱。哎，从这对，个教育培不错，养人哎，对，才这个方面哎，开对，始下你就是手，十个宗派建10个大道场。
建设个大道场。嗯嗯嗯。那么对于整个国家这个宗教来说，是办一个宗教大学。嗯嗯，这个很重要。办个宗教大学，哎，你这次回去还要对是啊，你到领导人还要讲啊，可能机缘成熟了。这个慢慢这个，如果按照您的这个设想，对，确实是一件大功的事情。那么我也注意到老法师最近呢，在极力弘扬这个地狱变相图。对，嗯，那么这个英国教育啊，那么这方面呢，也听过你一些精彩的开示。对，但是我是，到底还是受老教育，还受了一点点，沾上点边。小时候，啊，这个，这都是在9岁之前。9岁之前，在家乡，那我母亲呢，就是很小的时候，总是一年会到城隍庙去烧几次香。我们都跟着去，跟着去。我们的那个家乡城隍庙的时候被军队毁掉的，毁掉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我在城里，我们家乡在乡下，过年的时候到外婆家里去住，去就玩了几天的时候。城隍庙被军队毁掉了，那城隍庙我们去过很多次，看城隍庙里面的教学就是阎王殿，十殿阎王殿，我们那个阎王殿呢是泥塑的，塑得好，这塑得栩栩如生，我们到那去烧香的时候，那母亲就会告诉我们，干什么坏事，你看就受这个报应。所以这个印象非常深啊，非常深啊，是不是？所以这影响真影响一生呢。你这个起心动念不敢做坏事，就想到阎王殿了，就想到那个很恐怖的那个现象了。所以有这么一个原因啊。这个地狱变相图呢，这些也就是灵媒啊，是城隍附身，附在人身上啊。来找我，那时候他说他是庐江县的城隍，我们不能相信啊，那我就问他我小时候一些事情，他都能说出来，我就很惊讶，我小时候事情只有我母亲知道，我弟弟都不知道，他太小了，他都晓得，那我就问他的时候，我说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呢？他说我城隍庙被毁，你清楚？我说那个我知道。那一天出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而且真的，冬天下雪嘛，城隍搬家了。那个雪地上有印子。有车有马，还有很多犯罪的人那个脚镣印子都有。这个是我们家乡的人个个都知道，听到老人都晓得。他真的搬走了。那搬到哪里去了我们也不晓得，三天之前，三天之后庙被毁掉了。我说这个事情我知道，我印象很深刻啊，我说我记得是有这么一个回事情啊，像家乡的时候老人很多老年人都知道这个事情。我说那怎么样呢？他说希望我帮他恢复城隍庙。我说这个不太可能，我说这是国家政策。我说我跟你见个面是没有问题啊，那国家政策不许可了，像佛教寺院可以能够兴起来，这个神庙那个不太可能。所以他以后又想了半天，他说那个阎王殿太重要了。我说那个我知道。他说能不能把阎王殿呢，这个恢复，他说会救很多人。我就想阎王殿怎么做法呢？我说或者在寺庙里面呢，我们搞一套浮雕，福建的惠安那个浮雕啊，雕得好，我给你雕一套这个十殿阎王的时候放在这个寺庙墙壁上。他最后想了想，他说那不如画画好了。哎呀，我说这个好，画画呢比那就更容易了。哎呀，他说你要把它画出来，十殿要画出来，画出来之后啊要多印送给全世界，他说全世界希望每个道场啊都有一张。他说这个能够劝告很多很多人。我说这个我懂得，这太简易的。
所以以后就是我想到这个事情，就想到我们有个同学，这也是一起学佛的，他是个画家，啊，这是李老师的学生，我就打电话问他，啊，问他这个画这个上梁画这个底边上头，哎，他说从前老师提过这个问题。他说：“老师叫我画一幅地狱变相图，画一幅极乐世界图。”我说：“是啊，我也有这个意思啊。”是不是？老师在嘱咐你了。是我在这里催他的时候，他说：“好。”啊，于是这样就开始画起来了。画的时候，我提供他一些材料。啊，难得一年画成功。你看这个图，高66公分，长50米。很长很长的一幅大画，对，50米，一年完工。我看了之后，喂，我说这是城隍拿着你的手画的，这不是你自己画的，是不是啊？城隍拿着手画，他相信，相信，一笔败笔都没有，这一气呵成。啊，所以我们就拿去复印，复印了，大概有好几千张吧。对于全世界赠送。所以这一次英国女皇我送她一张，这个女皇送我一个巡衔嘛，送我一个巡衔，那我要有个回礼，我就送她一部龙藏，送一张地狱变相图，送一张孔子圣洁图，就是孔子一生的故事，也是我同学画的，就送这三样东西送给她，她也很欢喜，很欢喜，我们先电话联系，所以这地狱变相图是这么个因缘，所以真是这城隍来，这是他这不是假的了，把东西搞出来了。在这个去年的时候，我在北京，我带了一张缩小的1/4的缩小的，送给富铁老富铁山，富铁山，我们人大附院长，他是天主教的总主教嘛，中国的天主教的头啊。我跟他很谈得来，是老朋友，是他非常投机的，投缘的。我送给他，我跟他讲，我说这一张啊，这个一，我讲一个城隍庙啊，也从前的一个城隍庙啊，我说至少可以抵得1万个金叉。不，10万呢，是不是？对呀，你现在10万金叉真的，你没办法治安做好。从前一个城隍庙，人常常去的时候。不敢做坏事，做个坏事提心吊胆的，是，怕报应的。对，你看，这个对于治安说帮助多大了？是，还是因果教育啊，不能不重视。所以我在讲经常常讲，维系中国5000年的传统，硬体设施上有三个东西。第一个，祠堂。祠堂提倡孝道啊，伦理啊。第二个，孔庙。孔庙提倡道德了，道德教育啊，祠堂是伦理教育啊，城隍庙因果教育啊，因果教育，这三样东西的时候，维系了把这个中国社会呀安定下来呀。那这三个东西没有了，问题出来了。确实是。那你问问题出来，你现在再多的警察你都治不了。确实，这个如果是中国能够。啊，对，是啊，早一天恢复的话，啊，对，是这就啊，是对，万是民啊，之幸啊，万民之幸，万啊，民之万民幸，之幸啊，国泰所以民我们现在在慈溪做的这个万姓祖先纪念堂，在9楼有没有看过？安。有，今天有正好去看哎，过，哎，拜是，访一哎，下。是我们这个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哎，现在做的有其他地方也有做了，我们这里是香港寸土寸金啊，这个空间是受限制太大。所以我们只是那个小地方牌位就印得很小，用这种方式。现在中国的姓氏啊，有22000多个姓氏，那我们现在做出来的才是11100多个。不过现在中国内部他们已经整理好了，整理好，他这个资料很快会送给我，那我们要重新去做22000个姓氏，这是一个大团结了。民族大团结了，所以这是汤恩比他在那讲话当中啊，对中国这个佩服得了不起。
他是几千年来这么大的国家，他是从刘邦统一一直到今天都维持统一的局面，他是讲世界讲的要统一，世界统一谁有资格？中国人有资格，就是他有经验，他有智慧，他有资格。那他这个方法好啊，他说世界，他们想法就是将来世界要成立一个联邦，就是一个国家，整个世界是一个国家。那么现在等于是每一个国家呢，就等于说是他自己一个一个附属的，就像美国的或中国这样的形式。所以说这世界变成一个国家的时候，他说人类就不会消灭了，那不是他就不会有这个战争了吗？你一个国家嘛，那现在的国家呢，那都是地方政府，全世界统一。全世界同意，他说只有中国人，他说不是欧洲人，也不是这个接受西方文化的人，他说这肯定是中国人天下大同，对，天下大天同下大同。所以他跟日本人谈的，跟池田谈的时候，他说日本人早晚一定要跟中国、跟这个韩国、跟这个越南，他说你们这四个国家是都是从中国文化这个根生出来的，这四个国家团结起来的时候，这个力量很大，肯定可以做到全世界的大团结。说得很有道理，希望这一天啊，对对对，不错不错，但是决定要把中国文化赶紧复兴起来，所以我参加这个国际会议，我觉得这个会议是浪费，这个人力、财力、物力也不值得，收不到效果，一定要说，一定要做实验，所以我在家乡庐江办了一个，文化教育中心，做实验，这个小镇，一个小镇就做实验区。小镇有16个村庄，那么有一个镇公所，居民呢有48000人，48000人通通学《弟子规》，通通学儒家这东西，这个居民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通通都在教。虽然实际我们才3个月的时间，收到很好的效果，很多人到去参观，他到那去看的时候，果然不一样。跟这个完全不相同，很多人都受感动。我就想着说，再继续做上3个月，我就会邀马哈蒂去参观，去参观，去参观。那个我那天跟那个在印尼的时候跟瓦西德谈这个事情，瓦西德很激动，他说我要去，他要组团来参访，而且呢，他还要派人来学习。这个东西啊。像其他国家一发动上，那个影响就能够影响到世界去了。尤其是马哈蒂，他做了22年首相啊，影响力很大。时间到了是吧？功德无量。好好好好好，哎呀，这是，我们这个时间过得很新加快，坡，过得很快，过得很快。这个大型系列弟哎子呦，规谢谢世谢界谢宗谢教谢五千年设置委员谢谢会，谢谢谢谢，请你老们，法师做永久名誉主哎席，呀，谢谢，你们指导我怎们。么是五千年的？五千年从哪来的？五千年是准备从皇帝开始排起，哦，从中国，中国中国，就接受了哦，您对的对这对，个有宗不而错社教，不错不错就不是错教育不错不错是广义的宗教概念。好，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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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法实际师。上现在在世界上宗教历史最久的是印度教，印度教，在他们那边叫新都教，对，这个将来有机对不会错，呢，还要请法师对，多指他导。是他那个宗教，现在世界上一般承认他是8500年，那么他自八己千讲，五百他自己讲是10000多年，1万多年，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印度人不重视历史。所以他对年代这个是不讲究的，代代相传的，10万年是可能，1万年，对，是可能。等有机会还要再采访你，那很不敢多当，不内敢容当，太，我们这不些敢当，时不敢间当，不过敢得当，太不快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好，好好，谢这谢好法事师，情，阿好弥事陀情，佛，好事情，好事情，好事情，阿弥陀佛。好事情。